超越，欢迎你正式加入《极限挑战》第八季。我们要看一看我们俩的默契程度有多少。没问题。我们俩一起在新疆喀什合作的短片叫什么名字 ？A. 大话苹果 ，B. 大话核桃。我会拉什么琴 ？A. 马头琴 ，B. 小提琴。我的星座是什么？A. 老虎座 ，B. 狮子座。我在《大话核桃》里，我饰演的角色是 A 菠萝仙子 ，B 核桃仙子。极限挑战第八季，一起挑战，心意相通。超越啊，咱俩统一一下，待会儿不管是什么题，统一选 B。俊哥，果然不愧是我们俩，这么难的题我们都能答对。对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这简直。